烂，这个切入抛进了两分。对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攻击手段其实是在刚刚持球时被换上来。德拉汉，哇，这是有难度的。对，其实德拉汉在前面曾经吃过自己。Mix， 德拉汉外线的投射，今天他的外线蛮准的。对。然后就特别强调接应，凯杰这个人堆的运球有点危险，格拉汉超掉之后，只有赖廷恩跟他比速度了，格拉汉直接一条边的上篮。对，你要跟他比速度，其实被对方打了一波11-0了。对，那又恢复区域联防了。哇哦，变成13-0的攻势了。格拉汉连还是一样，就是都给球都是过分的明显哦。三分外线，格拉汉命中。哇、wow。